好上课。大众情急，向佛陀圣像行，上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上问讯，向授课老师行问讯礼。老师好，大家好，请坐。好，我们今天是这一学期第十二次上课啊、我们下一周福研这边有禅期课程，所以梵语佛典选读停课一次。那在下一周呢，是这学期最后一周，就是考试周啊、那我们还是上课。那作业已经给大家了嘛、哦、那比较长，那也是关于这一段最后的一个部分、哦、好，那我们这一学期读的是楞伽经、哦、那这些内容主要都是、导师书中有引用到的、哦、也就是重要的这些内容啊、哦，那导师他以前有讲过《楞伽经》，但是他没有留下讲记。但是有一本叫《楞伽经清文记》，你有听过吗？啊、哦，印海法师他有，这应该是他听导师的一个笔记或是心得啦、哦、那他的内容当然据说有他个人的一些体会在 书里面，那也不完全是导师的一个见解、哦、那虽然 导师自己的这个讲记没有留下，但是他有留下科判，你们知道这件事吗？楞伽经他有留下科判的、哦、在华语集第一册应该是，你们去翻一下、哦、那他的科判他会把那个科判所在的位置跟应该是经文刚开头或是从哪里到哪里，他大概有做这些提示、哦、所以若以后要自己阅读，那可以把这些科判放进去、哦、那应该是 很有帮助了。导师在读经论他都可以掌握到经的一些重要的 道理、哦、还有他的架构啊、哦、他都可以很精准的、哦、把它传达出来。好，那这一学期主要就是说这个如来藏它的一个特色，对吗、哦、它是不生灭的嘛、哦、如来藏就是阿赖耶，是吗？而不是如来藏还不是阿赖，在楞伽经还不是阿赖耶，到了密眼睛他才很肯定的、哦、有这样的一个语句、哦、只是这边还只是如来藏的名字而已，对吗、哦、名为如来、阿赖耶的如来藏、哦、所以我们学习的几个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就是如来藏跟阿赖耶应该是最早的部分、哦，他讲到阿赖耶或如来藏跟七世的关系，对吗？然后再讲到这个如来藏它的一个特性不生灭，然后这个大慧菩萨就疑惑了，怎么世尊会讲跟外道很像的东西呢？这是我们现在在看的。那世尊他就回答说他所说的如来藏不同于外道的我论、哦、
那现在的经文就是在世尊解释的部分啊。好，那开始我们这一周的进度之前，我们再复习一下上一次的啊。但是就世尊回答了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说如来藏与外道我论不同呢？啊，那世尊就说，如来宣说这些具喻的如来藏教学啊，这个大家看得懂吗？就是说我现在教如来藏嘛，对吗？哦，那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以前也教过，可以吗？我以前用什么样的句子来教呢？空性实际这一些，这一种内容， 这一种文句来阐扬如来藏，可以吗？跟现在把它描述的跟我很像的不太一样，可以了、哦、所以建立就是宣说这一些句意的如来藏教学、哦、也就是我用的这一些文字、哦、那这些文字其实就是如来藏教学， 懂意思吗、哦、可能以前不叫如来藏了、哦、因为这大概就是般若经它的一些常用，就是涅槃的同义语啊、哦、可以吗？般若经导师有提到他列出了很多涅槃的同义语，大概都是这一些、哦、那这些涅槃、啊、或者是这个诸法实相，它都同样的一个概念嘛，对吗、哦，是吗？中俊法师没问题哈、哦，好像听不太懂，是吧？这些 OK 了哈、哦，空性啊，可以了哈、哦。就是他说，世尊说，诸如来他有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如来藏、哦、就是这一些句文句、哦、那这些文句基本上看起来像般若经的内容、哦、那般若经就是阐发甚深涅槃的嘛，对吗、哦、甚深涅槃。好，那这个教如来宣说如来藏教学义，这个义就是从这个绝对分词来的。好，绝对分词就是我有一个动作是主要，但是这个动作之前的一个动作会用绝对分词、哦、比如说我去河边散步、哦、那在河边散步之前我们会先吃饭，对吗、哦、在吃饭之后、哦、我去河边散步、哦、那是去散步先还是吃饭先？吃饭先、哦、所以吃饭以，对嘛、哦、吃饭椅然后去和平上，这个椅就是这个我 这个句子的主要动作 的一个先前那个发生的一个动作，叫就会用绝对分词、哦、好，那在宣说这一些之后呢、哦、那这个诸如来应正等觉、哦、他教导无分别影像行处、哦、他就是用这样的文句宣说了如来藏法门之后呢、哦、那他教导，教导就是 Deśayanti 诸如来，对吗、哦、教导，那教导的内容它应该是受持嘛、哦、这边 受持就是这一个嘛，哦，那么长、哦、
这一个吗？而不是这一个啊、哦，这一个是受持，对吗？啊、哦，如来这个是主持，复数的嘛。然后这个是动词，对吗？哈，大家都还记得，他教导这一个啊，那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那有一个句格啊，如来藏门之教学，哦，用如来藏门之教学。那这边的如来藏门之教学，就是《楞伽经》所讲的这一种像我的这一个教学，可以吗？哦，那这个教学它其实内容是什么？无分别、无影像、行处，懂意思了啊、哦？以这样的一个教学教导，无分别、无影像、行处。对谁教呢？巴拉南、哦、对渔夫教、哦、那为了什么目的而教呢、哦、就为了避免他们对于无我的部位、哦、避免无我之部位的事情发生、哦、可以吗、哦、也就是他这边所教的就是《楞伽经》所前面所讲的这些内容，因为大会觉得、啊、你这个怎么那么像外道的东西，他说这个不是外道的我论，他说这个是这个无分别无影像行处，可以了。那导师其实有说这个就是法空性，法空性懂意思了哈、哦，也就是诸法实相，啊、哦，那诸法实相怎么会啊、哦、无分别无影像的行处啊、哦，就是无漏智慧的一个体悟的一个对象嘛，啊、哦，懂意思吗？啊、哦，可以这样理解吗？啊、哦，无分别无影像的行处，啊、哦，好，所以他教导。这个无分别无影像的行处，然后以如来藏门的教学来教的方式，那为了阿汤啊 ，vivajana 啊 ，vivajana 是事情，而不是避免啊，避免这一个 pada 这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呢？对无我的部位、哦、好，所以这一句 都清楚了啦、哦、那后面还有一句嘛、哦、这好像上次最后还没讲到对吗、哦、好，那 女众佛学院有没有要自愿的这个善叫善什么啊？孤拿哈，德善啊，德善同学，好来。那查阿扎玛哈玛德阿那嘎达普拉提乌巴奈，波迪萨特瓦尔，玛哈萨特瓦尔。Atma abhinivesha kartavya. OK， 好，好，那这一句呢？这个是爱的音，但是不一定要念那么清楚，就是这个是未来什么安阿嘎塔是吗？哈，安阿嘎塔普拉提乌帕奈海。这是爱的音，这个是个母音，你看有看出来哈、哦嗯？
阿姨嘛，好阿姨阿姨啊，好，那把它分一分好了啊，分一分，这个是安，这个未来就是还没来了，对吗？好，用梵语。安阿嘎达。安阿嘎达啊，还没来。那 prati。prati。utpana 啊，现在是吗？嗯。好，那 Bodhisattvai Mahasattvai Atma 哦，这个应该一个长 Atma Abhinivesha Kartavya 是吗？哦嗯，好，那这一句话的主持是谁啊？Atma Abhinivesha这个是吗？嗯，哦，这个什么意思？阿特玛，阿比尼维，阿比尼尼维夏什么意思？我执。我执是吗？阿特玛，这两个短音的嘛，哈、哦。对。阿特玛阿比尼我执是吗？嗯。然后，那动作词呢 ？Kartavya。Kartavya 这个是个什么样的动作词 ？FPP。FPP 未来被动。被动。嗯、义务啊、哦，应该。嗯。好、哦，那它的一个原型是什么 ？Kri。Kri 是吗？嗯。是吗？对。Kri。然后是加这一个 Tavya 是吗？哈、嗯，再加上 Tavya， 这个在哪一条？有没有课本是第几条？318条。318是吗？什么？页那条目。104页。104页是吗？那条数呢？320。320。320条。320。未来被动分词。加Tavya的。加Tavya，好，好。它有好几个鱼尾有加呀的，对吗？好，好，梵语初阶。好，所以这个是个动作词啊、哦，那怎么理解、啊？我执不应怎么样？不应该执着我，不应该被做是吗？啊、不应啊，不要被做，我执不要被做。执意了，我们到时候再来调整，是吗？我执不应被造作，是吗？我执也是一种心理活动嘛，哈。嗯。然后不应被谁造作呢？菩萨摩诃萨、哦、不应被菩萨摩诃萨，这个单数还是双数还是复数？复数。这个不应被诸菩萨摩诃萨，对吗？嗯。造作、哦、可以了、哦、那 其他的呢？不应是加那嘛，对吗？哈、哦，啊对，嗯，对嘛，哈、哦，嗯，还是要否定，那这个恰又是吗？学生是方歇是和，就是未来和现在。
未来和现在啊，恰。它一般这个位置是跟前面连的，未来和现在应该是复合词了啊，是吗？哈，那这未来和现在是修饰动作还是修饰人？你未来不要做，你现在不要做，你以前也不能做，是吗？是修饰人还是以现在的你不能做，未来的你也不能做，是哪一种？那它上面有提示，就是未来不能做，和现在不能做，是吗？这是什么格位啊？你帮我们解析一下，这是什么格位？什么格位呢？巨格什么数？复数。哎，那跟菩萨不是一致的吗？嗯嗯。那应该修饰菩萨是比较可能，刚好也在他前面嘛。嗯嗯嗯。现在的菩萨不能做，未来的菩萨也不能做，哦，是吗？哦，是这个现在未过去现在，未来跟现在哈，其实他应该是在这边，他是修饰人呐。现在菩萨不可以这样做，未来菩萨也不能不要这样做啊，可以了啊。但这两种表达都可以啊，只是说你要强调是什么啊，意思都一致的啊，啊，去格复数。现在清楚了吗？嗯。哦，你刚刚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你没有注意到它的格位是吗？我没有写到的格位。哦，好，对不起。没关系。对，所以这一问就知道到底对句子清不清楚。哦，好，所以不应被未来。现在的诸菩萨造作，对吗？哈，大卫啊，是吗？是不是这样的啊？我执啊，不应被行嘛？啊，好，那阿德拉呢？是。这里是吗？嗯。哎，它上面就是说，它是对渔夫为避免，不为无我，然后以如来藏门教学教导无分别无影像行处嘛，啊，然后在此啊，是吗？我执啊，就是说我教的好像有我，但是不要执着有个我了啊，因为如来藏他就不是我，懂意思吗？啊，我执不应被未来现在的诸菩萨造作啊。好，那比较通顺的中文应该怎么做？我们有没有给啊？哦，这一个就执着我了啊，哦，可以了啊，哦，就是现未来现在诸菩萨摩萨不应于此执着于我啊，哦，这样 OK 吗 ？OK 啊，哦，有没有其他问题 ？OK 了，好。所以都解决了嘛，啊，哦，好，啊，再来就是第十二次的作业了啊，哦，有没有自愿呢？
来，圆慧法师，来。Tad yatha mahamate kumbhakara ekasman mariti baramano rasse vividani bandani karoti hasta silba dando daka sutra brayana yogas。 哦，很长哦，这什么意思啊？啊，我们先把它分一分好了啊。他的亚他是吗？是。他的亚他，它到底是两个字还是一个字啊？啊，如果是两个字，就在摩尼威廉是给两个字对吗？啊，混合梵语那边。混合梵语是给一个字是吗？两个字。两个字是吗？啊。那摩林威廉给他认为是一个复合词，有 hyphen 的，不是 hyphen 了，有连字。哎，看一下啊，他的呀他，是他是在亚他那边有收的吗？他的亚他啊，它是两个字。Mulin William as here follows， 也就是如下是吗？啊 ，as follows 是吗？譬如啊，然后 Edgerton 好像是把它当一个字，对不对啊？就是他把它当一个字，他其实两个字，一个是就反正他就经常一起出现了，他已经变成是一个常用语了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啊。Just as if 是吗？就如同是吗？就举一个譬喻嘛，就像这样子啊。好，看起来这个比较合适我们的啊。然后呢 ，Kumbhakara 陶师是吗？啊。然后这个 Ekasmat 啊，就是 Eka 的一个。重格是吗？啊 ，Eka 呢？是重格。OK， 那这个呢？它是 Mriti， 然后呢？然后 Paramanu。Paramanu 是吗？是。Paramanu。Rasi。Rasi， 短音的是吗？是短音。短音。这是什么？是团曲。Mrit 是Rasi 是团是吗？是。什么团呢？泥团。Paramanu 不是围城吗？啊，它是。围城团是吗？嗯，围。那 Mrit 是什么？它是泥土或是粘土。哦。泥土围城团，是吗？等一下，我们再看这怎么理解哈。泥土围城团，好，然后呢 ？Vividani 呢 ？Vividani 是各种。各种，然后呢？然后Banda 是器皿。班达是器皿、啊、是吗？是。器皿。Karoti。Karoti 就是桌柱。
做嘛，做这个器皿，然后所以这个是陶师，对不对？是陶师，几个陶师？一个陶师。一个陶师，一个嘛，哈。是。这个动作也是一个嘛，哈。第三人称单数，一个陶师他做这个器皿、嗯、是吗？是。种种的器皿。那这个 Rashi 是什么格位啊？是也是重格。重格是吗？是。这跟这个是是一组的是吗？哦。是。然后后面这一个 Hasta。Hasta 是手。那 Silpa 是吗？Silpa 是技巧是吗？是，但这个是随身找，是班打就找到，如果只有班就找不到。这个是什么？班打，然后如果有一整个就班多达卡。班多达卡是吗？这是什么？哎，这字有没有错、啊？字啊，如果分那个班多达卡，如果分出来，应该是班达跟乌达卡 是吗？哈，这边出作业是对还是错？作业是这样子是吗？所以作业有错，这应该是班斗了哈，班斗不好意思。当时有做一些音的这个区隔，然后再还原，没有删好，把它删掉，好，没有再还原回去，所以它是班达加乌达卡是吗？是。班达加乌达卡，班达就是棍子嘛，是。我们那个梵语不是有一个斜杠音，那个就叫单达。那个就叫丹达棒子、哦、然后乌达卡是水是吗？水是。然后呢？Sutra 是绳。绳子，然后呢？然后Brayasna 是努力。这个有没有拼错啊 ？Brayasna 没有。Brayatna 嘛，哈、哦。是。Brayatna 是什么？努力呀、啊。是。Yoga 方法。是吗？方便是 yoga 嘛、哦、那这一句怎么理解呢？如同陶师是吗？是、哦、陶师做是吗、如同一陶师做种种是吗？哈、哦，器皿是吗？哈、哦，主要是这样。譬如一陶师做种种器皿，然后有这个重格嘛？哈、哦，重格是吗？是重格。从从一泥土围成团是吗？是吗？从一泥土围成团是吗？他从一个泥土把它变成一个器皿嘛，哈、哦，从什么状态把它做成一个？是吗？哈、哦，可以了哈、哦，就是他从一个泥土的状态把它做成这个器皿嘛，哈、哦，陶器啊、茶壶啊之类的，对吗？哈、
哎，有没有有播放吗？有哈、哦，好。然后呢，这个优改就是从种种方便嘛，啊、哦，从这个优。这个 Yoga 若是重格，它有没有特别的意义、啊？学生是有找到它，也是有结合组合。组合是吗？它好像会有一些特殊格位的使用方式，比如说聚格，对吗？哈。Your gut 是吗、哦、就是 接在后面的、哦、In consequence of On account of By reason according to 透借由是吗 Through 通过是吗、哦、对吗、哦、就是他就是他是在鱼尾的了在复合词的后面 ，in consequence of 什么意思啊？张明法师，一下子中文不知道怎么表达，是吗 ？In consequence of。As a result， 结果好，那好像也是表达一个因果关系，就是 OK， 这就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嘛？哈，因为 by reason， 对啊。According to，、哦、through， 所以它也是表达一个原因呐、啊哦，但是它看一下，一般我们都翻成借由、透过是吗？透过。moving， 穿过，okay， by means of 也是在表达一个原因嘛，哈，但它比较是从一个方法借由什么样的一个的方法作为它的因是吗、哦、我们看一下这个中文词典 by means、哦、借由什么方法、哦、好所以这个可以理解为借由什么方法是吗？哈，借由借由什么呢？手是吗？然后呢？技巧。技巧。然后。观止。棍子是吗？哈、嗯，然后呢？水，然后绳子，哇，绳要用注意，
成。喂，好，有了。努力。还有什么？还有努力。绳子是这个 sutra 啊，这个呢是 prayatna 是什么？努力。努力啊。哦，方便的哈，是方便方法了哈。这个座应该在后面啊，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泥土围成团，借由这一些方便，是吗？哈，然后做成种种器皿，哎，这样子，还有没有？没有处理到的，大会啊，是吗？哈，马哈马特，是吗？哈，大会啊。好，就是前面不是说这个就是在譬喻这一个了，就是用这些教说，然后以如来藏门之教说，是吗？就同样都是那一团泥土嘛，它做出种种的不同的器皿，施设出不同的这个句意，是吗？哈，那都在讲，都内容都是一致的嘛，听得懂。这边就在譬喻这一段话啊。陶师是谁啊？来，麦克风。如来藏。如来，还是如来藏？如来哈，也要夹带一个字。如来哈，如来就是施设不同的教法嘛，就如同陶师，做出种种的器皿，那内容是什么？都一样的，对吗？哈，都是泥土嘛，啊，就那一团啊，应该这譬喻应该是这样子理解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这怎么理解这个字？这个就是泥土围成团嘛，哦，这是什么事啊？Rashi 是一团是吗？ Rashi 是团是吗？那前面 Paramanu 是围城吧，是吗？哦，应该没错。还要有其他的理解吗？ Paramanu 这边没有。Particle 就一粒子嘛，哦，是吗？哦，或者是与他们 atom 原子，哦，好，那就围成团了，啊，是吗？哦，是吗？哦，就是这个团是由围成所组成的一个团，是吗？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啊，来来来，
分是泥土。对啊，尘应该是说成泥土啊，就是尘为团，尘为尘团，你要尘为团是吗？尘就是土嘛，那为是很小嘛。小的不得了，就是微尘啊，微粒好了，是吗？刚才 particle， 泥土微粒团，好，那来，问一下显山法师，这怎么理解、啊？学生就等着院长讲。哦，是是啊，嗷嗷待哺，好，子恒。Are you alright？ 不行，好好，好，它就是微粒的团呐、啊，哈、哦，可以吗？就是我们说是有一团的，哎，等一下，我们有气团，有没有空气团？气团还有什么？什么团？进香团，就是去到处拜拜的，人很多啊。微粒团啊 ，Merit 是这个微尘嘛啊，就是说这种微粒其实有好多种，不一定是泥土的微粒，有木头的微粒，有好几种的微粒了，可以了啊。就是 particle 有好几种物质的嘛，哦，这个是属于这个粘土的，这一种应该是不只是泥土，是粘土，你应该是讲粘土对吗？啊、哦，你是讲粘还是泥？粘嘛，哈、哦、，clay 嘛，是吗？所以它又不是一般的土哦，一般土你做不出来的，是吗？哈、哦。所以 clay 什么粘土，它也叫泥土啊、哦。要做这些器皿是要特别的土了啊、哦。这种土的微粒的团，一团要够多啊、哦，可以了哈、哦。所以应该都是一组四属格嘛，是吗？显法师认同吗？粘土微粒团是吗？就是说 the mass of the particle of clay 是吗？就大概都是这样的，就是粘土。如果是说是由粘土属于粘土的这一种微粒，因为微粒有好几种嘛。嗯，还不同物质，就土也有很多不同的土，它都有微粒嘛。嗯哦、那它是属于粘土的这一种微粒。OK， 这样合理吗？然后微粒跟团呢？粘土微粒跟团？微粒团是吗？是重格吗？这个团是从微粒。从粘土这一种微粒而组成的团 ，consist of 是吗？好，这个、哦，我们先下课哈，再想一想这个团跟微粒的关系是吗？啊、哦，什么什么聚嘛啊、哦，五蕴聚是吗？哎，我们看有没有类似的，看他怎么。好，先下课啊。哦